我和谷爱凌的差距就是少了一个，交通部的外公，运动员的外婆，美的顶尖大学的母亲，顶尖投行工作的妈妈，90年代几十亿美元并购案，顶级科技公司创始人的父亲。然后，这个傻逼告诉我，让我像谷爱凌一样，每天睡10个小时，我缺的是10个小时吗？